上就要开始。好，我是徐爸。我叫杨新月。今天是我参加大声朗读的第75天。今天是我参加大声朗读的第75天。非常棒。好的，我们来开始先复习一下这首《灯塔妈妈》。灯塔妈妈。天黑了，浪睡了。天黑了，浪睡了。大海静悄悄。大海静悄悄。只有灯塔妈妈睡不着。只有灯塔妈妈睡不着。睁着眼到处瞧。睁着眼到处瞧。看看有没有。看看有没有。还没回来的船宝宝。还没回来的船宝宝。好，非常好，我们一起来第二遍。天黑了，浪睡了。天黑了，浪睡了。大海静悄悄。大海静悄悄。只有灯塔妈妈睡不着。只有灯塔妈妈睡不着。睁着眼到处瞧。睁着眼到处瞧。看看有没有。看看有没有。还没回来的船宝宝。还没回来的船宝宝。那个邱老师，你要把有些是不是有人没 mute， 没有 unmute 啊？为什么我听到好多声音？Catherine unmute 一下，今天我忘记 unmute 了 ，sorry。Catherine 要 unmute 一下，对不起。好，可以了，现在可以了。徐爸好像你也要 unmute 一下。好 ，OK。好，我们下面是一只蛤蟆一张嘴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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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只眼睛四条腿。两只眼睛四条腿。扑通一声跳下水。扑通一声跳下水。两只蛤蟆两张嘴。两只蛤蟆两张嘴。四只眼睛八条腿。四只眼睛八条腿。扑通扑通跳下水。扑通扑通跳下水。非常好，我们这首就读一遍吧。我们来看下一首，一些比较长的。来，这首是小蜘蛛。小蜘蛛。小蜘蛛本领强。小蜘蛛本领强。自己做个小吊床。自己做个小吊床。风儿摇，风儿晃。风儿摇，风儿晃。甜甜美美把歌唱。甜甜美美把歌唱。小昆虫心发痒。小昆虫心发痒。都想上去躺一躺。都想上去躺一躺。哎呀呀，上了当。哎呀呀，上了当。成了蜘蛛口中粮。成了蜘蛛口中粮。哎，很好。然后我们再来一遍吧。小蜘蛛本领强。小蜘蛛本领强。自己做个小吊床。自己做个小吊床。风儿摇，风儿晃。
风儿摇，风儿晃。甜甜美美把歌唱。甜甜美美把歌唱。小昆虫新发痒。小昆虫新发痒。都想上去躺一躺。都想上去躺一躺。哎呀呀，上了当。哎呀呀，上了当。成了蜘蛛口中凉。成了蜘蛛口中凉。好，太好了，非常好。我们来看下一首，一个锄头两面光，我们来复习一下吧。一个锄头两面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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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挖块菜地四方方。挖块菜地四方方。又种葱儿又种蒜。又种葱儿又种蒜。又种萝卜又种姜。又种萝卜又种姜。姜味辣葱味香。姜味辣葱味香。萝卜甜的像冰糖。萝卜甜的像冰糖。好，我们来再来一遍。一个锄头两面光。一个锄头两面光。挖块菜地四方方。挖块菜地四方方。又种葱儿又种蒜。又种葱儿又种蒜。又种萝卜又种姜。又种萝卜又种姜。姜味辣葱味香。姜味辣葱味香。萝卜甜的像冰糖。萝卜甜的像冰糖。很好，很好。好，我们下面来读一首江二曼的诗，题目叫做《我荡秋千的时候》。我荡秋千的时候。我荡秋千的时候。我荡秋千的时候。看着天空。看着天空。总觉得我一荡，天空一摇。总觉得我一荡，天空一摇。天空像是一个摇篮。天空像是一个摇篮。大树一大一小。大树一大一小。楼房一近一远。楼房一近一远。好的，我们就读一遍吧，然后来看一下下面这首。我们来学一首新的，今天这首新的现代诗叫做摇篮歌。摇篮歌。作者是朱香。朱香。春天的花香。春天的花香。真正醉人。真正醉人。一阵阵温风。一阵阵温风。浮上人生。浮上人生。你瞧，你瞧，日光它移得多慢，日光它移得多慢。你听蜜蜂，你听蜜蜂，在窗子外哼，在窗子外哼。睡呀，宝宝，睡呀，宝宝。蜜蜂飞得真轻，蜜蜂飞得真轻。这是一首哄小宝宝睡觉的，我们一起再来一遍。春天的花香。春天的花香。真正醉人。真正醉人。一阵阵温风。一阵阵温风。浮上人生。浮上人生。你瞧日光。你瞧日光。它移得多慢，它移得多慢。你听蜜蜂，你听蜜蜂，
在窗子外哼。在窗子外哼。睡呀，宝宝。睡呀，宝宝。蜜蜂飞得真轻。蜜蜂飞得真轻。非常好。这个时候摇篮歌还有以后还可以再多写几段啊。好，我们来复习一下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。亚历山大普希金。亚历山大普希金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。不要悲伤，不要心急。不要悲伤，不要心急。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。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。相信吧。相信吧。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。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。很好，我们读第二遍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。不要悲伤，不要心急。不要悲伤，不要心急。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。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。相信吧。相信吧。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。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。很好。来，我们下面到古诗的时间了，我们把昨天学过的这首复习一下。竹里馆。竹里馆。唐王维。唐王维。独坐幽篁里。独坐幽篁里。弹琴复长啸。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。深林人不知。明月来相照。明月来相照。很好，我们再来一遍。独坐幽篁里。独坐幽篁里。弹琴复长啸。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。深林人不知。明月来相照。明月来相照。好的，来复习一下游子吟吧。游子吟。游子吟。唐孟郊。唐孟郊。慈母手中线。慈母手中线。游子身上衣。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。临行密密缝。意恐迟迟归。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。谁言寸草心。报得三春晖。报得三春晖。好的，我们再来一遍。慈母手中线。慈母手中线。游子身上衣。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。临行密密缝。意恐迟迟归。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。谁言寸草心。报得三春晖。报得三春。报得三春晖。好好好的，非常好。啊，那我们时间已经。Catherine，你几岁啊？差不多了啊。我9岁。我觉得你读的比徐爸读的还好。
特别好，真的很好，很谢谢你。到最后一页吧，我。哎，他的声音好好听，然后听起来，嗯，是彩蛋吗？因为我们有122个人一起大声朗读，我觉得我很充实。122人一起大声朗读，我觉得我很热爱大声朗读。哇！哦，好棒！